就这个细节量，你能想到它只有这么大一丢丢吗？今天来玩由小号手出品小比例变形金刚系列免胶可动拼装模型变五大黄蜂，这款是本系列的第七款，盒子上还有个热破，还是比较期待的。这款的体积很小，所以零件数量比较少。小号手出色的玉涂装工艺在这款产品上同样有体现出，这款附带了一个面具头和一个常规头。话不多说，开始拼装。肩膀这里有两段可动，手臂弯曲90度，大腿根部可以左右旋转，上抬和屈膝幅度也不错，脚掌这里可以上下活动，接地角度也是很出色。腰部有两段关节，这款大黄蜂拼装过程很简单，但是成品效果很棒，还原度很高，零件预涂装效果也很好，就是肩部的关节有些松，不过这个东西才几十块钱，该有的配件也都有，还送了个支架，也是足够良心了。